主料，鸡蛋两个，甜玉米粒100克，面粉200克，辅料，白糖、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甜玉米粒中打入鸡蛋液，加上适量的白糖，再放入面粉，搅拌均匀。锅中放入油，烧至七成热，下入玉米蛋糊，煎至一面金黄，翻面继续煎5分钟，两面都熟透，出锅即成。烹饪技巧：一、白糖的量可以依据自己的口味加减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